宝贝主，陈峰，你能打败龙霸天，是不是有什么宝贝？宝贝倒是有，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命来拿。好啊，不过你输了的话，不仅要交出宝贝，怕是连命也得留下。这不行，必须想办法破解这个阵法。你小子不会是疯了吧？等你死的时候，嘴就不会那么硬了。啊，你竟然已见不振！